你好，我是 Jackal Cheng， 我是一名婚纱摄影师，同时也是婚礼摄影师。关于我这个的 Wedding Photography Master Class， 我最主要认为是帮助一名摄影师重新突破自己，创造无限的可能。比如说，我们从海边拍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拍海边与人的结合。然后除了海边，我们会拍一些关于建筑物的构造与人的结合。 从这一方面，我们重新探讨艺术性和摄影之间的一个联合配合。关于 Pentax 451 这架相机呢，我是非常喜欢它在海边摄影的功能，因为它是weather proof。在海边，我们时常会遇到被海水淋到，或者是一些太阳过猛的问题，还有一些沙尘，就不会带过这个问题。然后呢，它的white balance是非常准确的，尤其是它的 auto white balance，尤其是我们这种从室内到室外拍照的。 我们是非常喜欢用它的 auto balance， 因为它带给我非常准确的色调。它的 dynamic range 是非常 wide，这个对我们作为一名摄影师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 dynamic range 比起我以前用 SLR 的时候，它可以 raw file， 从你 raw file 里面我们可以带出很多不同的完美的呈现出一张图画的 quality， 任何的 detail 都可以把整张图片的完美性呈现出来。 所以我 experience 係好 detail 啦，即係我可以影到好多嘅 detail 出嚟。佢好 powerful for 佢嘅 details， 之後 for 佢嘅 brightness。啊，部機全部都好靚 ，detail 好 sharp。好容易就 focus 到，好快。有冇一個好似嗰啲普通嘅嗰啲 DSLR 會曝光啊嗰啲問題咯。Image quality 很好，然後很 sharp。 非常的 sharp， 颜色非常的美，它的 sharpness 都很 OK 啦，觉得这个相机很值得用，都可以中意一个K咯，感觉真的是很棒。哇啦，真系讲真，中咗毒噶啦，还会继续的keep update 啦。大家可以嘅话可以 try 下睇下你 Pentax 噶。